结束了正在营房里面休整。王阳呢就是在这个一中队九班，我们现在进去看看他，也看看他的队友们。王阳在吗？你好，能进吗？我们有男生啊，进来了。你有一张照片拍的特别酷，你记得他那张照片吗？画的看到了，化着妆，然后那个很严肃的那张照片。他们说都不太像我。对，真的不太像。那个时候是还没有成为民兵之前吧？对对，那会儿还上班呢。对，我是在广告公司上班嘛，所以平时装扮什么的都比较随意。对，你觉得你现在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呀？黑了，黑了哈。原来你是白皮肤的那种吗？也不是很白，但是现在我感觉可以跟我爷爷比了。我爷爷就是很黑很黑的。有没有长胖的？我听男兵那边说，又吃的又练又吃的多，长胖了。你们有没有？我刚了。刚才真的，你想胖多少？长胖七八斤。七八斤啊？为什么呢？练得不够刻苦？好像不是吧？我属于越累越长肉的，然后没事的时候会能瘦一点。有几个有男朋友的？怎么都说别人啊？你们所有男朋友都特支持参加这个活动是吗？有没有说太想你了回来吧？有没有拉后腿的？没有，基本上都挺支持的。你还有一个关于剪头发的事，我听说那首诗好像被登在了外面的媒体上，是不是？短发、你的长发啊，看到你的秀发，我看到你的温柔，天真无邪的脸庞，清澈如水的眼眸，看到你流眼泪，我抚摸着你的头，秀发不再有，但温柔依旧，看到你的短发，我感受着你的感受，祖国的利益重如山，任务在前，自己在后，只要信念在，平地起高楼，三千烦恼丝，任它随风走。都感动了，他的眼泪出来了。我他也哭了。还有谁哭了？这也哎呦！我想我们应该以最佳的心灵状态去走过天安门吧，因为一生就这么一次。王阳、王希、马萌、贾文婷、张建新、宋小南、季言、王继红、郭静恰、田曦、黄晓彤、蓝小花、陈宁、王莎。军事，你到了。